不浪漫吗？外面下雨了，所以今天也哭了，已经替你们哭过了。因为我很喜欢雪，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的爱人一起看雪，在哪看都可以，去到他们的城市，去到一些棒的时候，想他们的时候，就会用发明芯片的这样的方式，他们分享我的生活，跟他们分享我的心情。拜拜拜拜，就是我想为他们唱歌，因为他们跟我是一个同事。抖音。